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时尚聚焦。7月31号，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。我们现在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曾经所有朋友都，我们有期节目跟大家分享，这是女子双打跟韩国队。我们当时呢，因为这段视频，结果就出现了状况。那还好了，看来人老外。在 YouTube 里，有些人听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所以他就把这个词儿，他说把这个词儿叫做 lucky， 就是你只有念这个，对于中共国队而言，只有大声喊出这个词儿来讲，你才有机会。如果你不喊出这个词儿来讲，你没机会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次中共国代表团来了777个人，三条旗。我跟大家解释过。这是中共的死，这回是自己一定自己整死自己，这是这么来的。那三条七里面，如果说我们就讲，大家讲故事了。圣经启示录当中最后讲的大审判，7个天使7个碗，7把号，然后围着城转7圈。在圣经启示录在讲的最后的大审判的时候，全是七。有些朋友比我知道多。在佛教，释迦牟尼佛是古佛当中第七个，菩提树下7749天，开悟了，然后在人间传法49年，7749年，他离开了，这是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。然后，在道教当中，元始天尊的第三代，就是他下面那个徒弟那个第三代，二郎神带着。修成了七个，我们一个星期七曜日金木水火土日月，我们讲了很多，到了七就死了。今天是7月31号，这是人家开局哈，这是我们看到的开局。刚才这个呢，我就不好说了，这是有人嘲笑他，那这是一个八哥了，这八哥呢，我们就跟大家放一段啊。这个人我不知道这人是怎么这么编的，他为什么这么编，我个人觉得蛮有趣的，就是在这个中国人在北方人的眼睛里呢，不是个好鸟，不是一只好鸟，但是呢，家巧也好，好鸟也好，这个话呢是不带脏字骂人的话。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场面，一个小时之前，北京时间应该是31号的晚上9点钟吧。台湾队的男子双打羽毛球，把中共国的双打给干了，这个从来没有想过的，把中共国的双打给干了，所以这是真正的场面。我刚才跟大家说，他死在七上，他自己带了777，那今天他死的最惨的就是女排。爱国女神的女排小组出不了线，3连败完了，所以他都没胜一局啊，他连一局都没胜，所以他拿了3个蛋，3-0 3-0 3-0，拿了3个蛋，拿了完了。那我们现在看到的一路走过来，所以阴阳反背的中共国队，女人这么骂，他就赢了；男人没骂，他输了。因为事情刚刚出来，跟大家分享，在推特上，国内怎么反应，我还没看太多的。我们在推特上看到这个故事，我什么意思？我跟大家解释过，从7月1号，习近平他一上台，在天安门广场一上台，他把国旗、国家一拿掉，只剩下中国共产党的时候。那中国共产党它是蛇死在3七上，蛇打7寸打心脏，蛇的第三下，就第三寸的三根那第三根肋骨，第三根骨头，那是它最脆的地方，所以在它的命理中死在七上。那这七见三，讲的天地人，你可以不信，
但他真的就这么死去。跟大家分享，我相信这件事情会很大，这件事情国内会有各种说法的，但是他的各种说法在我眼睛里没关系，他死在三条漆上。